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讲的是《金刚经》哈。那根据科判表，我们讲到明心菩提下面的哈，方便到次第的明心菩提，对不对？啊，所以呢，这里也透过请问，然后佛陀回答啊，那所以可以看到明心菩提里面的什么？真发菩提心，还有分证菩提果，好，所以为什么叫真发呢？因为它完全跟真理现象相应的，所发的菩提心那是不一样，那是圣者所发的大菩提心，那为什么说分证菩提果呢？其实圣者。只要超凡入圣以上，就开始在分证佛陀的法身。佛陀的法身叫做菩提果，那个量不一样尤其菩萨道，也因为菩萨道，他才有机会越来所证的分证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如同人生长大，有没有？所以呢，到明心菩提他了。自然也是分证了，佛陀的菩提果嘛，好，所以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就是在讲义的第七页，第七页，明心菩提，对不对？左上角好，所以这里有分证菩提果佛陀对须菩提呢，就说，听到这里，于意云何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呢？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也就是在蒙佛授记他行菩萨道到七地的圆满，二道欧僧祇劫的圆满呢？自然蒙佛授记。那蒙佛授记燃灯佛是不是传了一个什么法？什么样子的这种秘密大法还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也都会很好奇？到底传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不是有法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这个不就是否嘛？须菩提就说不也，世尊呐、啊。如我解佛所说意，因为须菩提长者就是解空第一者啊。佛于燃灯佛所呢，无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实在是无有定法的啦。无有定法。比方我们说那雪山童子不仅把他所有身上的财物舍出去布施供养燃灯佛，他还说要娶她500世为妻，他也无所谓因为没有我的什么的这种悬念呢，再加上那个洼地，对不对？脏的洼地，他就用头发去怎样去把它铺起来。那如果是其他的菩萨摩诃萨就说其他的蒙佛受记都是这样的情节吗？那这样编剧就太 太单调了，不是啊？是不是各有不同的啊？它各有不同，只是说到那个情境，它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无我的彻底的无我的反应，完全无我的状态，因为它不止。他是不是只有超凡入圣证到无我？证到无我那个呢？其实我们的第七识的杂染还有，只是说他真的去感受到了那个诸法实相，属于涅槃的那种景象的出现，那个量还很少啊。但是到了明心菩提的时候呢，它的量已经变大了，那而且呢，第七识的杂染是完全没了。完全没有，所以各位会发现，我们虽然在讲般若经典，但是常常用唯识的现象来解释，因为在现象上唯识好说，这就可以去做补充了哈。所以往往在讲般若经典呢，会有唯识的思想，在讲唯识的时候，又觉得如何放下用般若，用般若来辅助那就看。一个是偏重在性空嘛，一个偏重在什么相有上头了，所以是完全的无我的状态，具生我执都消失了，
没有具神我执的关系，所以呢他就会有不同的表达。所以我们就说所谓的修行就是这样子，这个 越是无我他就越柔软，越是有我就越僵硬，因为这个我就充满了那种主导性主宰性嘛，非要人家如何不可，你不听话的话我就生气了，之类的。那菩萨会不会用这方法？不是，菩萨是非常柔软的，才可能去恒顺众生，恒顺众生。所以像观世音菩萨就说如果需要用什么方式来获得度化，他就现什么身嘛，不是他要现什么身，而是众生需要什么身我现什么身，这就是菩萨的可贵啊。尤其到这个无生法忍的菩萨，那更是无我的，所以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果不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我们说博士也不是不固定不变，是不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好，所以佛言，佛陀就说确实如此如此的哈，所以说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确实是实无有法。佛陀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都各有因缘啊？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将来成佛，那过程是不是大家也各有不同？到蒙佛受记，大家是不是也各有不同？其实都各有不同，所以叫实无有法。没有固定不变的法，没有主宰性的法，没有实有不变的法嘛。所以佛陀就讲，须菩提，如果有法，是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样子的法的话呢，那么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啊。因为如果有实有的法，是不是就是因为执着才有？我们都执着于实有的法，不变的法。那一旦有所执着的话，其实它就是没有达到无生法忍嘛。第七世必然是还有什么？还有杂染。第七世完全没杂染的状态呢，那没有任何自我的执着。没有自我的执着才可能，如果一直觉得还是有的话，那还是一种什么执着，所以呢燃灯佛就不会来为我受记啊，就不会了。而且呢所谓的受记呢，就是说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这是蒙佛受记，要说出你将来必然一定要一定会做一定会成佛，并且把时间地点都讲出来。那个在佛经讲的那个时空是很大的，时间都是用劫在算的，对不对？那个地点都是用某某世界某某世界的成佛的佛号，成佛的佛号，所以这个未来的成佛的佛号都有了，叫号释迦牟尼啊。这里以就是因为，就因为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缘故，所以呢是故燃灯佛才与我受记的。也因为实无有法才能够因为那个具身我执都没有了嘛，那么才能够怎样为他佛陀燃灯佛为那个雪山童子来受记并且也是当然是做同样的话语说如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谓的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嘛，所谓的如来就是踏着真如而来，与真如与真理的现象完全相应相契者，尽虚空界的法身圆证了尽虚空界的法身，那么才称为什么如来佛有十个名号，对不对？如来也是其中的而且呢它不仅叫如来，还叫做如意或者如说如解
哦的这个如就是在讲真理的现象，啊、哦，即诸法如意，所有一切呢都完全跟真理现象呢完全相应相契的状态，啊、哦，所以呢，若有人说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哦，那么须菩提，啊、哦。因为有人还是觉得哎，应该还是有个什么东西可以得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能是一种什么现象，说实在是实无有法呢来说它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啊，所以须菩提如来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说的话呢，于世中呢无实无虚啊，哦，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说的话，它就是不落二边的了，不能落在某一边的什么东西，我们什么东西其实就落在那个相上头，哦，所以它是不是还是要用中道不二的方式，叫做无实无虚，无实无虚，哦，所以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如来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佛法，因为法由佛出嘛，哦，那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名什么一切法？哦，佛陀所说的一切法，它也是缘起的，哦，所说的一切法是不是也是因缘所成？啊，哦，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啊，哦，看起来是有这样子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是不断的在变动当中的现象。不是我们肉眼能够察觉，如果只靠肉眼，我们以为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动，桌子椅子好像都没什么变动，房子好像也没什么变动，那其实是不是一直在变坏当中啊，哦，几十年后终究会坏，是从现在就逐渐在坏，不是到那个时候才突然间坏，哦，那就因为怎样，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叫做即非一切法，一切法是不是还是性空的，哦，所以呢是故名，只不过名相上面啊，哦，称它为一切法，哦，称为一切法，哦，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在哦逐渐那个也是人生的长大了哈，因为验证到了真理的现象的缘故啊，哦，所以分证菩提果，嗯，分证菩提果啊，哦，所以这里呢也透过请问哈，哦，当时我是想说哎再重新打一打字哈，哦，比较清楚，但是其实我们就直接读这样子的经文，虽然小一点了哈，哦，比较辛苦一点，嗯，好，所以这里的请问就是请问之前的讲的是般若道，以下讲的是方便道嘛哈，好，哦，那这个方便道哦，般若道达到明心，方便道是不是又从明心开始做起点哦？所以发的叫做圣义地的菩提心。那我们在般若道上呢发的心是世俗地上的菩提心，世俗地哦，但是世俗地也是一个基础了哦，没有不依世俗地呢，不理解什么真实义啊哦，所以呢，这里就讲嘛哈，哦，这个。般若道的发心是世俗的菩提心，哦，那这里的方便道是深悟了无我，哦，而且已经啊，哦，验证到了如来的法身，哦，从悲智一如当中来发心，所以叫做真发菩提心，哦，也是少龙佛种世真佛子啊，啊，哦，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佛子哈，哦，在菩萨道上是行上的不退了，行不退。那是最稳当的，信的不退还是低的哈，到位不退是不是还是比较高一点？倒是要到行不退才是真正的不退，因为没有父母生身的干扰。当然，父母生身是因为我们第七世的杂染，啊，哦，总是有含着我的什么习性在，所以呢，以这里的明心菩提的发心哈，哦，真佛子啊，哦，来说的话，他是。完全没有什么具生我执，所以是真佛子哦，哦，所以这里说二道的请问发心来讲的话，跟如来答复说实在几乎一样，但是不同啊，啊，是方便道上啊答发心的最后多了一个什么实无有法，
实无有法发二六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哦，好，那这都是经文上面的了哈。好，所以呢，真发菩提心，哈，那么前后文当然是不一样哈。那这里也有，因为那个会有普特伽罗我跟这个沙迦也见哈，那这个就比较深一点，我想这个我们就略过去了哈。那这个都是这个依着这种修行的次第来说啊，所以波瑞系来讲的话，也等于是什么中观者的这个我空法空，不仅是我执啊，得放下，还要法执啊，所以所能化所化，是不是皆不可得啊？能所不二，能所不二啊，所以呢，也讲到无实无虚嘛哈，都比较在这个中道不二。所谓的平等，平等性到平等相的现前，哦，好，所以呢，在我法二空，哦，其实也是等于是要放下我执跟什么法执，哦，我执跟法执上面的，哦，好，那这是经文的部分，哦，经文的部分。分证菩提果，所以佛说一切法它是缘起的啊，是肉眼所见的啊，只要是肉眼所见其实已经是果报，所以我们生活上的所有一切的现象都是我们的果报，我说我们不用抱怨啊，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过去造的因缘所获得的果报体，不是别人给我们的，也不是别人害我们的，是不是都是自己造出来的，其实都是自己造出来的，哦，所以往前去推想呢，就是因缘所成嘛，啊，透过性空，透过性空，啊，所以呢，即非一切法，啊，要去深观因缘，这是不是都是自己点滴起心动念所造下来的？啊，那跟众生所结的缘，因是我们自己下的，缘也是我们自己结的啊。哦，所以呢，这一切啊，哦，这个性空啊，哦，非呢，都是在讲什么因缘啊，哦，因缘法，然后再重新的认识啊，哦，其实这个都是因缘果报所成啊。所以呢，要放下执着，才不会一直在抱怨或者愤愤不平啊，哦，或者痛苦烦恼，乃至就会生死轮回不已啊，哦。好。接下来呢，就是初道菩提，啊，初道菩提，初道菩提就是这一段了哈。明心菩提之后，初道菩提，啊，它也等于是出世入而无碍。它可以在虽然它已经出离三界，但是它反而在三界当中自由的来去，因为那个它是分身的，就像大愿地藏王菩萨，他是不是可以到处都去啊？哦，随着这是随愿力而去，我们在这个三界当中是随着业力啊，哦，业力结在哪里呢？它生在哪里啊？哦，那菩萨摩诃萨来讲的话，它是可以出入无碍的，叫做初道菩提。初道菩提，啊，哦，好，那初道菩提，那么也等于是他透过无生法忍的修道位，如果以唯识来讲，就是修道位。所要做的就是什么，啊，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啊，那么一直到究竟位，啊，到所谓究竟位就是成就了法身，成就哈，啊，等于是透过初道菩提，是不是才能够达于出这个究竟菩提？啊，到究竟菩提就是佛陀的圆正法身，尽虚空界的法身，啊，好，所以初道菩提他就。包括成就法身、成熟众生、庄严佛土。好，好，那在成就法身，哈，所以，佛陀就对须菩提说，哈，就譬如人身长大嘛，所以我们说，越是上面他的那个，哦，法身是不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成佛的尽虚空界，哦，那这是佛陀告诉须菩提的。就如同人生的长大法身，哦，因为我们比较不懂什么叫法身，所以我们就难免，哎，从人生的长大来想，
哦，所以我们说，哎，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是不是也是人神的长大？我们说慈济也不止千手千眼，不知道有多少只手，多少只眼。哦，起码我们说，哎，在这地球上，在任何地方发生问题或什么，真的都，哇，几乎哦，慈济都可以随传随到，实在是太佩服了，不容易哦。哦，那是不是就是一个菩萨的哦的一个大的职业体呢？那也是人生的长大哦。好，所以须菩提呢就说，啊，世尊，如来说人生长大则为非大神，是名什么大神？啊，人生是可以是长大的，啊，但是呢，他还是离不了性空，性空是不是通彻一切啊？啊，也就是人生的长大呢，他可能有他的环啊，那个速度上的不同啊，啊。或者这个大大小小上的不一样哈、啊，是因为他性空的缘故，啊，只不过名称为什么大神，所以他的这个大神可以大到尽虚空界的法身，那才是真正的大神，成佛，啊，那也就出道菩提，其实他就是为了，啊，等于是他的圆满就是成佛，成就了法身嘛。那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要沿土熟生，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哦，所以佛陀对须菩提说，菩萨亦如是啊，其实菩萨就是如同人生的长大嘛，哦，那菩萨呢，他要做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说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明菩萨，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个我啊，我就是要来灭度啊，我应当要来灭度众生的话，那么这个我是不是还依然存在啊？哦，那么就不名为菩萨。哦，前面有一句话是说，我当灭度众生，而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这是可以的。哦，但是因为他这里哈，只有讲到我当灭度众生的时候，比较会强调在这个我上头。哦，那还是有我执的成分，所以就不名为菩萨。尤其我们说这是对高标准的菩萨的一个什么要求，是不是就更不能有我啊，哦？尤其他这个根本就是具生我执已经没了，哦，好，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所谓的菩萨，他也，哦，也不是实有不变的法了，啊，哦。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也就是说所谓的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他，是不是还是性空的，又用性空来通彻一切啊？菩萨摩诃萨之所以能够分身，也因为性空的缘故啊，啊，因为透过性空般若道到方便道的成熟啊，那这个过程其实都是透过无我来贯穿了，啊，哦，那当然这个因为透过了无我的话，第七世的杂染完毕，但是第八世虽然第八世有具生法执，但是那个第八世的杂染的种子还是来自于第七世，透过第七世的杂染的缘故，所以他还是要透过啊这个无我的究竟哦，不仅是具生我执，还要把具生法执，因为具生法执还是从我所执来的，我所执叫做法执，哦，那我要完全能够放下，哦，那么也等于说，因为他这个完全无我的去帮助众生，帮助众生，但是却不能有任何的什么执着，哦，所以呢。就叫做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无，因为一切哈，这四相是不是都不可得，彻头彻尾的不可得，哦，那般若道到方便道，方便道就是成熟的般若道，哦，所以导师也举例说，般若道就好像生金呐，啊，金子啊，金块一块一块一块，就好像般若道，那方便道呢？就是把这些金子拿来怎样打造耳环啊项链啊这些装饰品，是不是也是从这些金块来的啊？金块就比较朴实一点啊，朴拙一些
哦，在前期来讲的话呢，它比较朴拙，到哦，它可以非常方便善巧，可以打造出各种的装饰品，啊、哦，所以呢，方便到呢，它就是更加的自在无碍的粉身无数意嘛，啊、哦，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而来哈、哦，而能够成熟众生，啊、哦，好，那并且呢，庄严佛土。庄严佛土、哦、所以佛陀就讲须菩提，若菩萨作是念说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什么菩萨，因为还是有我、哦、还是有我，那就不明为菩萨、哦、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学习菩萨，就是要从有我而逐渐无我、哦、要知道这个我会是我们的那种自信妄执的一个起步、啊、所以我们说无我是最、啊、最通于什么性空、啊、所谓的无我几乎就是无自信妄执嘛，是不是要破除自信妄执 啊这个我完全、啊、这个我就如同讲的那个自信，我是单一不变的实有的主宰性、啊、所以呢这个我是要、啊、在菩萨道上是要慢慢的去磨掉的、哦、去破除的、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哦、虽然、菩萨道其实要做的是成熟众、哦、庄严严土熟生嘛、哦、庄严佛土成熟众生，但是不能说是由我来做、哦、没我没耍你、哎、没我没用你、哦、菩萨是应该说我们来帮助、哦、来策动所有感召同愿同行者大家一起来做，是不是应该要大家一起来做哈？尤其菩萨感召同愿同行者，啊，感召同愿同行者也才能够成熟众生，哦，乃至哈，所以成熟众生是在正报上面的，有情众生的正报。那庄严佛土，佛土是什么？庄严的依报，大环境，大环境啊。所以如来所说的庄严佛土者呢，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哦、所谓佛土、哦、如何庄严佛土，它也是缘起法，它也是性空，也就是说庄严佛土的方式是不是各有不同啊、哦、比方我们在一个团体里头奉献我们的心力啦或财力啦或种种专长或是什么，是不是大家也是 各用不同的方式啊，来共同庄严道场，庄严佛土哦、所以庄严的方式是不是也各有不同，所以叫做性空，是不是无有定法，哎，其实也是无有定法、哦、只不过它名为什么庄严、哦、有庄严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哦、的一个不也不是叫一件事情了，一种现象，它是众因缘、合而成，但是合而成也不是就停顿在那里，是不是它也会离散而灭啊，哦、所以我们要去接受缘灭、哦、我们都很想要缘生，但是也要能够怎样接受缘灭、哦哦哦、所以佛陀对须菩提说，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真正的菩萨是通达无我，通达无我，究竟的无我，所谓的成佛，佛啊、哦，佛就是不是人，不是一般人呐、啊，有没有？是不是福人呐、啊？福是不是啊？不是人呐、啊，超越人。但是他有哦，佛陀还是人呐、啊，佛陀还是人所成，是他超越的人。而、啊、人呢，就是以我为主嘛，完全的无我，通达。因为有我就有杂染，只要有我就有杂染，有杂染就有我了。那菩萨摩诃萨有没有杂染啊？他那个种子还是杂染的，所以要把这些种子全部要与众生相应，众生哪里需要我赶快去，就是其实就在出清存货的哦，出清到完全没有杂染的种子成佛。所以佛陀的法身是不具象的，已经画不出来了，
山河大地都是佛陀，所以说西圣尽是什么广长舌，山河无非清净身。佛陀的法身是尽虚空界的，没有任何的形象，一旦有任何的现象，是不是又落入无常法去了？哦，所以要通达无我，所以行菩萨道就是为了要通达无我到成佛。所以成佛就是完全的无我，完全的不像一个人了，不像一般人，叫做佛人，超越人，超越人，但是又是人，到底是人还不是人，不落二边，不落是与不是啊。所以成佛叫做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它不是一种什么大涅槃，如果一个大涅槃的时候，又会落入一去了。因缘是不是在否定一啊？单一性，因为落入一就会不变。它是不落二边，啊，叫做不落二边，啊，尽虚空界啊，而庄严啊，庄严佛土，所以这个初道菩提其实就是事出事入而无碍，啊，所以为什么用初道？因为它能够事出事入而无碍，悲智双运到成佛就是福慧具足，啊。这是成就法身啊，成就法身。所以呢，解空第一者哈、啊，就是听到所谓的啊，人生的长大，长大到大到怎样尽虚空界成佛，对不对？好、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身本身就是如幻如化的嘛，所有一切是不是也都如幻如化啊？如来说，人生长大即非大身，是名大身呐、啊。哦，成熟众生啊、哦，这个是不能有我的，对吧？我当灭度众生，无量众生就不名为菩萨呢。哦，所以也是要从假入空，从空哈、哦，从空出假，哦，从假有相是假有的，啊、哦，这个空是什么？性空的，啊、哦，等于要摄相从性，再从。法性去看待法相，透过性空而千变万化，瞬息万变、哦、所以从空出假、哦、也等于是他能够自在无碍的遍三界、啊、他出离三界之后才能够遍布三界、哦、哪里需要、哦、哪里随处祈求随处现嘛、哦、成熟众生、哦，所以所谓的无漏，要到第三大欧僧祇劫才真的无漏啊。这个因为第七世的杂染造成有漏，因为有我就会有漏啊。那到第三大欧僧祇劫无漏，它可以分身啊，它是可以分身的啊。所以庄严佛土啊，要通达无我，要通达我究竟的无我。刚开始哈、啊，圣者是刚开始验证了一点点的无我，到尽虚空界的无我，到尽虚空界的无我，哦，那这个就是到初道菩提所做的事，哦，所以佛如来说庄严佛土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哦，所以从明心菩提啊。一直到初道菩提，眼土熟生了哈。好，那究竟菩提就是什么？成佛，它才是究竟的哦。所以毕竟空跟究竟空，空的值是一样，但是量不同。毕竟空是圣者的开始，哦，那么这个就像一道曙光一样，它来自于太阳光。哦，曙光跟太阳光的值一样，但是量是不是大不同啊？哦，好，所以这里是究竟菩提哈、哦，开示次第的究竟菩提，究竟菩提，啊。
哦，来到这里最上面的究竟菩提了哈、哦，究竟菩提，哦，究竟菩提，究竟菩提呢是圆证了法身的功德，尽虚空界的法身，哦，所以在正说呢啊，佛陀的尽虚空界的法身来说的话，是知见圆明的啊，是福德众多的，是身相具足，法音遍满，信众殊胜，正觉圆成，哦，有这六种的什么特质，啊，那是圆证了法身的功德。好，哦，好，那我们来从知见圆明看哈。佛陀对须菩提说：“于意云何？”讲到这里啊，有没有什么样意见呢？如来有肉眼否？啊，如来有没有肉眼呢？啊，那须菩提就回答说：“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我们来先看这个图了哈。佛陀成佛具有什么？佛眼，但是佛眼啊的形成是从凡夫开始的，是不是？我们凡夫是不是有肉眼？啊，天道的众生有什么？天眼。到超凡入圣，啊，验证到涅槃的境界呢，叫做慧眼。所以我们一直说要打造慧眼，打造慧眼，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慧眼。啊，之后呢，再透过慧眼去扩充，就叫法眼，叫做法眼。啊，到这个所谓的法眼尽虚空界呢，那就是所谓的佛眼。所以说佛陀有具，是不是具有肉眼啊？佛陀有没有天眼？有没有慧眼？有没有法眼？都有哦。然后能够成就到佛眼，就是已经都具有这四哦，五眼都具有的了，哦，五眼都具有。哦，所以说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否？啊，如来有天眼否？有慧眼否？有法眼否？啊，如来有佛眼否？啊，须菩提都回答说：如来是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什么佛眼？好，啊，我们来看哈，啊，所谓的五种人哈，啊，其实有两个说法了哈，啊，不是，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五眼呢，啊，哈，啊。来说的话呢，肉眼、天眼啊，肉眼是世间人类的这个眼根，叫做肉眼。肉眼呢，它是见表不见里啦。我们是都见表象啊，里要怎么办？慧眼啊，是不是啊？肉眼见表不见里，见粗不见细，表浅啊，是粗糙的表象嘛。哦，所以他见不到细的，细的是什么？是因缘法，哦，而且肉眼是见前不见后，见近不见远，见明不见暗，这是肉眼的特质。那天眼呢，是天人，哦，天道的众生，他的眼叫做天眼。天眼的品质比较细微，哦，极其精微，所以他能够见到我们人类肉眼所见不到的，哦，他可以见见表见里，见粗见细，见前见后，见远见近，见明见暗哦，没有不了了分明的。好，那这二者来讲的话，它是色法所成，它属于色法。何谓色法呢？就是地水火风四大极为所构成的眼根。眼根哈，哦，人是有眼根的，天眼也有眼根，但是它都是四大极为所构成。但是慧眼来说的话，声闻它有慧眼，能够通达诸法无我的空性。啊，那法眼呢，是菩萨所有的。啊，不仅能够通达空性，还能够从空出假。啊，能够见到如幻如化的无量法相。啊，并且能适应时机，以种种法门来化度众生。哦，到佛眼，佛眼来说的话，只有为佛与佛，这个是自受用的了哈。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它是尽虚空界的。所以呢，哦，所谓的佛眼，它是空假不二，圆明中道。哦，那慧眼、法眼、佛眼是
从智慧的能见而说，它属于心法，不属于色法，不一样哦。好，其实我们要从色法而，这个超越了色法之后呢，其实就是所谓的慧眼、法眼、心佛眼，那是心法。心法那是要透过修行的方式，的这个所达的了，所以有两种说法哈，一个是五种人有五种眼，人有肉眼，天人有天眼，声闻有慧眼，菩萨有法眼，佛陀有佛眼，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一个人他就可以有五种眼。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佛陀啊？佛陀他能够有五种眼，所以说如来有五眼，所以佛陀能够见凡人所见的，是透过佛陀的肉眼，佛陀也可以见诸天所见的境界，这个表里远近都能够明，都能够透彻明见，是天眼，通达空无我性呢是慧眼，了的知是熟地的万有是什么法眼，见佛所见的不共境，所谓的不共就是不共菩萨，唯有佛陀才有的，叫做佛眼，所以佛陀有的肉眼天眼，其实也不是，也是远远超乎我们人跟天人所的眼根可以比的了，那佛陀的自证呢，他无所见无所不见的是什么慧眼，那化他要佛陀是不是经过菩萨道的度化，化他的是法眼，那全实无碍的是什么佛眼，所以透过三智来说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说到圣者叫做证得一切智的，这一切智是慧眼，一道曙光那个叫一切智，然后再用那个一切智来把它变成种，道种叫做道种智，道种智，所以三藐三菩提，那个正觉三菩提是正觉嘛的那个正觉呢就叫一切智，然后要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要正遍等正觉的三藐，就是把那个三菩提拿来当种子去周遍给更多的众生，是去度化众生，去帮助众生啊，解脱生死，那个叫做道种智，叫做道种智，到成佛呢叫做一切种智，那个就是佛眼，所以这是第二个说法，就是佛陀他就具有五眼，佛陀，他具有五眼，好，那我们回头来看这段的经文了说如来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有肉眼否那须菩提就回答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对不对须菩提，于意有慧眼否如来有慧眼有法眼，有什么有佛眼，对不对，佛陀是不是就具有这五眼了好，那佛陀就对须菩提说于意云何如果如同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否如同恒河当中的所有沙，佛陀说这个是沙吗那须菩提说是的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好，那佛陀又讲须菩提，于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如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宁为多否不止如同恒河沙的世界，是如同沙等恒河，沙等恒河是无，也是无量无数的恒河沙里面的所有的沙，是不是也是无限大乘以无限大的那种，哇，实在是没有办法算计的了的所有沙数的佛世界来讲的话，是不是非常之多那
须菩提当然就说甚多啊世尊，所以佛陀就告诉须菩提说，而所国土当中的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啊，如来悉知悉见啊。哦，所有的国土当中，这是有多少的国土啊，是如同沙等恒河沙数的那个佛世界哦，无限多乘以无限多沙的哦，每一颗沙都是一个佛世界，看那个佛世界有多少哦，的里面的所有众生的任何的心，佛陀是不是悉知悉见？所以我就不一直不断的说哦，这个宇宙当中有无量无数的世界，有没有哦，每个世界是不是有无限无量的众生，每个众生都有无量无数的什么心念，而佛陀悉知悉见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来说诸心哦，因为佛陀去透过性空缘起性空为名来认识我哦，来悉知众生的心，悉见众生的心，这样理解吗？等于是从缘起性空为名，是不是通彻一切啊？这是大原则上面的通彻，因为一切哈，因为它这个就是所谓的宇宙人生间的什么游戏规则嘛。哦，所谓的心，它是缘起的，是不是皆为非心？它是性空的，哦，只不过名为什么心而已。哦，为什么这么说呢？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什么叫做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它是好像都是有啊，其实它都是瞬息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心呢。因为我们说现在，什么叫做现在啊？是现在这个小时，还是现在今天，还是现在今年，还是现在可以说是这辈子哎？所以我们说所谓的现在哈，是要看在什么因缘里头说现在。现在是不是也无有定法啊？我们说过去无有定法还稍微可以接受，因为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啊，未来还没到啊。那现在呢，我们会觉得它好像那个心应该是可以抓住的心，但是实际上呢还是不行，还是不啊，它还是性空的哦，因为这个现在到底什么叫做现在，也要有因缘来说现在，或是这一刹那。那这个刹那里头还能不能再去分析？还有哎，它还可以再去切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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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所以呢，所有哦在时间上面流转的心都是性空的，所以都不可得哦。所以德山禅师哈，在过去古时候哇，要扛一部《金刚经》多么不容易，因为他都是竹简所成，哇，一整篓哎，背得好重好重，好累好累，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那边卖点心啊，哇，啊，肚子饿了，赶快要去买点心，哇，这老太太可厉害了。他说上座你扛的是金刚经，金刚经里面说了一句话，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上座你点哪个心？厉害。你点哪个心？有哪一个心是你点得着的？都没有办法点，点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任何的心是不是也都是众缘合出来的？它还是动态的心，动态的心，没有哪一个心是可以抓住的心，可以把它持续住，让它不变。这个就是因缘法里面讲，它不是单一的，不可能不变，我们也主宰不了的。我们的心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稍纵即逝，是不是稍纵即逝啊？它是流转的，它其实一直在流转，现在的一刹那马上就成为过去了，它是流动的，它是流动的。哦，所以那个譬喻哈，等于那个小故事是不是也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啊？真的，请问上座点哪个心？是不是没有一个心可以点？哎，
那这老太太是我们说这个叫做化人啊，不是一般的人啊，有时候为了要点醒哦，当然我们说哎，人到人都是胎生了哈，当然有人说哦，什么那长阿那什么中阿含经也讲到人也有化人，当然有化人。佛陀为了推动佛法，有时候有化人，在宝积经里面也讲哦，哦，因为宝积经也是大乘佛法，当他要讲大乘经典的时候，那些声闻都跑掉了，哎，那佛陀就叫那个宝积菩萨去请他们，宝积菩萨说佛陀说法他们都会跑，那我怎么可能去请他们回来？所以佛陀就说那我化个人去吧，哎，所以这个老太太等于佛陀化出来啊，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的了，是不是啊？好，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